我都系嘅，可以一阵间去翻去总站嗰度影。唔系，其实啲人都系睇你一开头影嗰幅嘢，之后嗰啲唔使睇。都系嘅，其他同其他线一样。跟住你就拍一條與 HHY 對話，在車上跟住一個鐘，冇剪接嘅。我通常都係擺咗冇剪接先，跟住然之後再剪咯。因為覺得冇剪好似易啲同埋快啲可以出到片，但效果未必好。效果唔係咁好。啲人會覺得你好懶。係。同埋畫質都唔係話好高。我最高是1080p 啫嘛，咁你根本就唔需要咁慢。你有冇睇過嗰條 ASU 嗰個？嗰個係。都是行車片，不過有些老鼠在那裡。我軍曹那次不是我有些老鼠在那裡講話那些咯。老鼠又見又嚟，跟住就話影片中斷，我哋會將會喺下一條片先播放呢個片段。費事搶生意，費事俾呢條片搶生意，下一條片冇人睇。其实咁都好好啊！依度落，我原本谂住依度落雨咁鬼多水点，好难影啊嘛。但系点知我影依度冇水点喎。嗰啲係咪行車記錄員嗰啲痕跡嚟嘅？唔知喎，應該係啩。我估呢個依架車應該都幾多。係，應該都幾多。係。行家。又見到。又嚟。又。唔係嘛？咦，個牌上咗去喎。1A 嗰度。顯示唔曬。顯示得曬嘅，但係唔知邊個專登拱咗少少上去。但係喺地面睇可能睇到。看到少少咯，就算喺地面。地面睇斜嗰個角度，可能睇多啲。好過喺
喺車上面睇就睇。又嚟呢度。又嚟。上次先整完，整到有陰影，唔想再嚟。好彩依家唔係行一 A 咋。如果行一 A， 跟住我就話搭過咁多次，搭咁多會搞到我更加唔想。如果依家行一 A 就好大陰影，對於你嚟講。搭已經揸過好多次。收落樓，收落樓，落樓，收落樓，落咗層樓。係咯，好似咩巴士俱樂部啊，咩好容易聽錯嘅步驟。係咯，咩試過食結尾二百座，二百座，哇！嗰、那個超搞笑，我諗咧，如果食結尾二百座，肯定吞併埋呢個深水埗，跟住成為一個一個地一個主要嘅地區。係咯。咁嗰啲巴士可以密少少都得，二一四可以一分鐘一班車。哇！冇可能。如果二一四嗰啲一分鐘一班車係咁，要我諗差唔多區內要唔係就係多過五百架。佢平均每一個站塞一部車落去。依、这個站完咗就下一架車就嚟咗。我諗如果咁樣搞法，肯定多過五百部可以去。唔係，其實我以前就依架行十係喎，頭先報咗 PP 九零六二行十一 C。係。你依、這個我冇事啦，走咗。跟住就話此片段即將中斷一陣，跟住就飛咗去九零六二，跟住又翻嚟啦。賣廣告時間好似人哋嗰啲。賣廣告。呢度會無端端啲人睇緊行車。跟住寫住五四三二一，跟住以為有啲咩驚喜，跟住點知原來唔係嘅，係賣廣告。我哋就咁講嘢，都應該都算賣咁廣告，口才廣告。嗱，如何證明係今日拍？跟住就。特登拎個標出嚟，跟住講今日係2020年幾月幾號，咁啊證明唔係以前拍嘅。依度影到少少。應該依個咁大部應該係 iPad 嗰啲咁上下啦，冇可能係手機。你有冇睇過一個咩 MEME 即係咪咪嗰啲？我唔識喎，總之就係嗰啲咩緊圖嗰啲啊，冇冇睇嘅。跟住有個係話咩？用依個相機去影個 mon 咁樣，有冇睇？冇。
跟住我發現有個地方係一定要咁用，就係影 Across 嗰個，被逼要摸影個摸。係咯，你就咁 Across 依家 capture 唔得嘅。係咯，要我依度影。唉，真係好麻煩。跟住就話收費版可以唔需要咁麻煩。最奇怪唔知點解佢哋可以就咁 capture across 嗰啲嘢。我見到有人好似成功咗，跟住啲人就問點解。我初頭以為佢哋係會員，所以得。後屘我再發現點解他們好像不是會員喎，他們會員下，即是 Across 的標誌下底有個他們自己的姓名那些東西的嘛，但是他們就沒有喎。以前我都不是會員，我都不知道。我都不是會員。我都想是會員，跟住就 FF 啲 Across with 加嘅功能，有埋附埋啲相入去，證明係真嘅。好喎，擺埋啲相入去。不過就唔俾 capture。不過我哋啲會員偷唔到，我哋唔俾 capture。我哋啲會唔係會員嘅人一定做唔到。跟住幫佢加埋啲。去到邊度？不過不嬲都有，不嬲都有嘅依個。好似如果整嘅話，好似啲巴士公司 app 嗰啲報站嗰啲。仲有幾多分鐘開嗰啲類似咁樣，不過淨係話嗰啲特車啊，嗰啲應援巴士嗰啲普通巴士就唔話。咁如果咁嘅話，不如叫舊巴開一個。好喎。舉腳贊成在車裡面不可以伸直腳出來，是喔，我好想踢這塊牌，這樣會怎樣？好像那些人應該是不是說笑的，踢那塊牌就說 100% 是說笑的，是如果是真的一定會被人拉。咩事？唔係，即係
係如果佢接觸咗好多人，佢仍然有依個點擊率嘅話，應該唔使佢都係接觸3000個。我點擊率咁高，我隔愛車唔知搞咩事。其實依隔愛車係所有人都係嘅。唔係應該話好多人，我諗如果依個退役嘅話，九巴應該都會保留佢。係啩？唔知點解好似咁舊式咁樣啊？好似好舊。好似好舊咁樣嘅，啲畫面好似好 friend， 定係因為落雨個效果搞到咁樣咧？可能都係啊，因為我上次拍 LR 289嗰陣時，去到差唔多到大埔都有少少雨。嗯。跟住加速完之後，就會聽到咕咕嗰啲。我會靜音，好似某條片話，他們在談論些什麼似的。哦，我記得啦。307第一條片，但係冇咩人睇你最近。307先填第一條，同你玩過。跟住。好行嗰條咩東區海底隧道，但係嗰條係咪嗰陣仲未成型㗎嘛？係啊，跟住啲人就研究點過海。因為 Roblox 仲未有一條。真係可以過海的隧道，是的。跟住要打粒星，是主流地圖，包括我那些。如果我的話，就一早已經有。其實我想他們都不知道我和你今天約了出來一起。不知道，但是我和你拍過同一幅，不知道可能沒人理。冇人嚟。余文芳聽到已經打冷震，恐怖嘅深淵。嗰日揸車，跟住東門硬係唔識開嘅，餘文，但係人哋玩 Roblox。因為你要停得超正啊！如果你停得唔正咧，就開唔到嗰對門。係咯，咁衰嘅。係啊，真係好衰啊！人哋開對門。個舊巴士站都未拆，
啲討論區、iTalk 嗰啲。冇喎。冇。跟住就話咩？啲人咪就係、我記得有一句係咩？旺角去其他地方，就算有地鐵都食得曬啲人，因為好多人。係。所以根本就唔需要減線啦。如果旺角有地鐵嗰啲，起碼都食得曬啲，起碼都人口好密集咁樣，所以唔會因為有地鐵所以 cut 線咯，唔應該。好似就記得呢句，即係有地鐵加入都撐得住。都咁做。
因為 KPL 我有睇佢啲片，佢就落雨都照拍嘅。打好風啊！打風啊！就算有隕石跌咗落嚟都照拍。講得誇張啲，有隕石跌咗落嚟，應該會死咗。唔係隕石跌落嚟，為咗啲 view 數都要計數。係咯，我哋啲 YouTuber 一定要計數。其實我都即係幻想過，如果我老老實實做 robot， 即係好似觀塘市嗰啲主流地方，跟住我嘅 YouTube channel 可能會執咗啦。都會，你覺得會唔會？都會嘅，因為即係一年頭先出一條片，因為你成咗一條。好似比卡通通咁樣咯，佢好似都差唔多一年定半年先出嗰一條片。係咯，如果我好似觀塘市咁起，起足一年先多一條線，我諗應該就個 channel 一到執笠，執笠咗，因為啲人。其實 YouTube 不是單單看多少人訂閱，而是看他最近看過什麼他才會出那些，那他最近都沒有看我那些，應該就之後都沒有那麼經常都會出了。是見不到啊，應該是。哇，這裡好像那些瀑布一樣。好彩上咗車，唔係啊，肯定淋到喺喺寶達未入到總站已經淋到我哋落湯雞。我諗應該一陣間洗魚可能。巨風雨都繼續照拍片。開了燈好像比較靚一點。哦，這裡可以凹下去的吧。其實我反而覺得 L 更舒服一點。你可能未必認同，但薄一點都會大。都是的，我都有講過。我覺得 L 應該舒服。但是這凳有時很辛苦，但是九巴原本那隻凳，九巴仔啊玫瑰花那隻就好坐一點咯，沒有那麼薄，還有應該都坐慣了，還有ATL 那隻軟膠
即係又係好坐嘅。而家係咪淋漓盡致？應該係淋漓盡致，淋漓盡致，唔係變咗淋漓盡致。頭先仲見，仲好清晰見到鐘秀茂平嘅，依家見唔到。第一依度唔係近鐘秀茂平，第二依家好緊要。畫面應該都略睇到793嘅頭先，睇唔到，依家就睇唔到，因為都唔見咗。令人感覺好似九龍東夜晚玩 Overwatch， 睇唔到，憑感覺去玩。依個好似俾我一種感覺係個。九龍東或者其他玩夜晚嗰啲好黑睇唔到我，不過依個佢啲街燈仲要係好近先會著燈，係我依個仲還好啲，所以我係好驚玩夜晚。係啊，除大嶼山夜晚都好啲。仲要是你夜晚拍片喎，嗰下先至好似好驚咁樣。咪直播拍片，個心就嚟就快跳出嚟咁樣嘅感覺。咁誇張，跟住就話你轉 server 就得，你轉 server 就得。跟住就話有得 A 嗰日就係入口，跟住其他 server 都係夜晚，係咯。好似二
後先出嚟。係啊。不過我覺得城巴喺九龍搭足嗰啲路線都好慘。例如22、20A 嗰啲，基本上唔需要佢。哇！個車水好似水浸咁樣。長鏡或者短鏡都得嘅，我覺得，但係手機雖然都得嘅，但係冇咁清咯，冇咁清咯，蒙少少咯，手機1000萬像素，哇！唔係，其實手機嘅像素先高啦，可能。手機有時買部機都幾百萬像素咁樣，但係影落去都7萬萬。要睇一啲啲機咯。跟住有啲機會自動幫你，P 圖。依度咁似大陸嘅，好似我，哋翻緊大陸咁樣。依架車我哋係唔係上錯咗啊？冇。點解好似翻緊大陸咁嘅？但係依架冇嗰啲跨境牌嗰啲。跟住去到大陸之後，車牌變咗車名，車名變咗車牌，跟住成杯嘢都唔同曬。咪跟住司機會跳去車尾嗰度做左牌車。哇！正！如果依架雙車頭，如果依架 W756 係左牌嘅話，咪手部兩邊車頭，前面就係左牌，右面就係右牌。兩邊車頭好似好快咁。火車都係。如果火車咁樣就唔快，但係如果巴士有。兩個車頭，一個車頭，一個車尾就好快。跟住嗰個咩輔助轉向變成用胎盤就可以轉到。利用胎盤輔助，唔係個原本車尾個轆係。不過就會變咗好麻煩，同多嘢搞咗啲咯。
變咗舊巴，真係要請多咗司機。唔係，跟住就啲人坐咗下翻到大陸，跟住就咦點解架車調轉行嘅？跟住我哋坐曬到頭位。跟住啲人都莫名其妙。坐曬到頭位，跟住咦？原來原本到頭嗰個變成正常。係咯。到咗依頭就跟住有得瞓覺啦。好似嗰啲飛機艙啊、高鐵咁樣。入喺依度打埋幾人瞓？依度咁窄，應該冇可能瞓到，除非你好高難度咁樣瞓。跟住出現咗瞓到車長。唔係，應該依度依度依度車長。依度原本係一個。兩個位跟住變成一張床，跟住嗰邊又一張床打橫咯。咪只能喺 robot 室或者 OMS 室現，現實就冇可能。因為 MME 冇乘客，冇咗個乘客，同埋冇似 OMSI 咁樣 ，I 唔到好多角度。依家啲畫面清啲咯，但系仲好似个好似古旧，好似翻70-80年代嗰种，可能在50-60年代粤语残片，应该唔会，我呢个系咁，系咯。但係你嗰個好似只限70，系喎。
我覺得我個 city 唔鎖速都係一個賣點。都係嘅，如果我架架車都鎖70，應該冇人玩。如果現實嚟睇嘅話，鎖70就都好安全啊嘛，但係個缺點就係會變慢咗。但係如果唔鎖速就唔安全，但係又快咗，咁樣好矛盾。究竟鎖唔鎖速好啊？可以唔使悶親咯。
正你加埋日文字幕。哇！日文。我唔係幾識。坐個車牌應該啱，我5788，我以為8402嗰啲添 ，LV 嘅，因為今日好似四格短珠行10號，原本架9062行10號嘅，不過轉咗去11C。同埋咧，點解我個城市啲車有穿透，跟住都係多得啲人搞搞震，有啲。因為如果沒有穿透的話，我試過被人搞搞震，所以 我就先至走出那一步。如果沒有穿透的話，就被人撞爆了，沒有實報。除非你好像Tigers 這樣一撞就立刻ban你，或者亂咁揸車、亂咁衝紅燈、偷啲消防車嗰啲揸就ban你。係。而家就穿透，跟住原本係成日穿，好似原本都係人唔會穿嘅，就車會穿。跟住之後就人都穿曬入去入車。咁因為有人會喺車入邊跳嘅原因，係啲人喺車入邊跳，我就開唔到車啊嘛。嗯。但係其他好似第三，你如果面bus， 我試過。如果有人喺你架車入邊搞搞震，我試過坐架 VS 4306D
啲嗰架車低，全港係啊，但係我都未坐穩，我諗住跳嚟坐穩啦，點不知跳出車外喎，真係好搞笑，真係。跟住佢竟然接我翻去喎，真係。超細聲，放大一百倍，或者擺喺個喇叭嗰度，冇，就算放入喇叭嗰度，都應該都細聲，都係。匆匆而走，唉，好似又唔见佢出现。咪比卡匆匆佢，佢惊出片会俾人再俾人讲，俾人话。咦，又有一架短珠喎，系，依架系咩啊？十号啊，唔知咩？应该系唔系七二八八嗰啲？我睇唔到，总之唔会系，可能会唔会系六二七一啊？唔知喎，可能系啩？系咯，都有机会系 LR 六二七一。有依個可能，
究竟點先可以整到成條線，但係完全唔會轉態，整第二條或者變成冇興趣，都係一個好問題。因為通常隔多幾日就會有陰影，冇興趣再整啦。見得太多就悶咗啦。恭送皇后出世，其實即係一條線變太多就會悶。我試過揸完一兩次條線就覺得好似唔需要整咯。係，哇！我哋後面竟然冇人。哦，不過好似都同2022嗰次差唔多。不如你話有冇 X72， 有冇旺角直達依個大埔啊？喺旺角直達大埔。肯定冇。搭小巴。唔係 X72， 跟住係美孚開出。在京青沙，
出發咗，但記得出翻呢條片，關於點樣拍片。好。